大家好，这是金牌娱乐。今天晚上是一年一度的巴沙慈善活动，经过几届发展，可以说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慈善晚会了。更关键的是，现场出席的上百位明星大腕才是最重要的看点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第二天媒体和网友热议的话题。只不过在晚会正式开始前，都会有个网上义卖的活动，简单说就是明星拿一件自己的东西放到网上拍卖，拍卖后的金额将全部用于各种公益活动。只不过看了今天的义卖，很多明星真的是超没诚意。比如说当红小花杨颖拿了一款包包出来义卖，对 Angelababy 来说是不是显得过于小气呢？而且这款包弄跑就是厂商送的吧。除此之外，今年在电视剧领域大放异彩的赵丽颖和刘涛也好不到哪儿去，颖宝捐赠了《楚乔传》里的首饰耳链一套，刘涛捐赠的是《欢乐颂》中的安迪手袋，说白了就是剧组道具而已。这样的物品随手一拿一大把，免费送估计都不太好送吧。相反，真正抱着参加慈善活动之心来的，反而是一直被大家所诟病的景甜。他捐赠的东西真的是有些出乎意料，居然是一款超有收藏和升值价值的盐矿壶，而且还是出自大师之手。我想这东西肯定比一些电子产品、首饰、箱包更有诚意吧。而另外一位特别有诚意的明星，当属钢琴家李云迪了。他捐赠的是印有自己名字的钢琴一架，我想这么样的大手笔是不是相当值得敬佩呢？除了以上几位明星外，其他几位明星也捐出了东西进义卖，但说实话大部分都是差强人意。比如张靓颖捐了一个不知名的戒指，陈乔恩拿出来一个音乐盒，郭德纲是自己的字画，黄晓明是皮衣一件。所以说捐款捐物虽然是自愿的，但是特别参加国内最大慈善活动，好歹也要拿一件说得过去的拍品吧，否则多少有些蹭热度嫌疑了吧。